我就摸就好了。第一题先测一下水温哈。NBA 历史总得分前五名依序是：哇，可以猜一下。第一名，小爸。第二名。 Kobe， 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马龙，Kobe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答案第五名是张伯伦，最后一个没有想到，拿过总冠军次数最多的三支球队，分别是几次？二三十，十，哦，16次，好，对，哎呦。 我原本会整个只有宠我而已，快点，不要出题。请找出琪琪在哪里。看到没有？他是弟弟呢。哎，对。哎，还有谁啊？闯关失败。哎，好讨厌。张怡婷小姐在吗？在哦 ，Yes。 照顾我10年，所以剩下的60年换我照顾你。谢谢。啊，都改变了你性格了。 祝你这些女人幸福，爱妈爱我阿婆笑吼，啊，子咯，拜咯，两个爱互相扶持，啊，爸爸祝福。妈妈，妈妈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哈，爱人到哦，爱人友好，哦，喜欢爱人友好，哦，大家乖哈。 其实我是真的很在乎你们，还有弟弟妹妹这样子，家里面的。对，那，的确，时间很快就跑到要结婚，进入另外一个家庭，自己组一个家庭。那我觉得。 可以更渐渐的体会到你们在经营一个家庭面的辛苦，还有不为人知的一些我需要以后去面对的一些部分，对啊，就是我下个阶段要成长的，谢谢你们，让我有一个很健康快乐成长的一个，从小时候到现在，我觉得都是一直觉得很幸福，对，所以我也会把这个。 在家里面获得的继续延续到新的家庭，那希望你们也要健健康康。爸妈，谢谢你们把疫情交给我，谢谢你们信任我，我之后一定会更加爱护他，不会让他受到委屈的。 谢谢你们信任我。